到了，这是一间。什么意思啊？菲律宾人餐300块。啊，就要菲律宾人啊。300块，剪发、洗发加按摩，还有加按摩。嗯，加按摩。有像吗？有哎，你抓麻辣。Thank you。这可以烧的好。谢谢。什么可以？啊，很鲜。Thank you。耶。好吃，很好看，好看。菲律宾剪发猪皮店，刚进来了，韩国人500，菲律宾人300，我就跟他确定说啊，那菲律宾人300，然后他就说 Are you sure？ 我说 Yeah。来这里当然给菲律宾剪啊，这边哈。那推荐大家来菲律宾也可以剪一下头发，因为呢，我们这边剪了300块而已哦。剪头发、有洗头发，还有加按摩，还给你饮料喝。我们两个人进来就赚了2杯饮料，才300块，我都给了50块小费。所以你如果刚好口渴，找不到地方休息，又想要稍微简单按摩一下，然后剪头发，来菲律宾剪头发就对了。推荐给大家。